徐一凡和张宅，北京时间8月22日消息，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网球双打比赛继续进行。女双方面，二号种子徐一凡、杨昭轩顺利晋级八强。混双比赛中，二号种子徐一凡、张宅亦成功晋级八强。率先结束的女双第二轮比赛中，二号种子徐一凡、杨昭轩在今年亚运会首秀中以6-4×6-0横扫哈萨克斯坦组合德特科维斯卡亚库拉巴耶娃晋级八强，将战八号种子泰国组合列特皮塔克辛查普里普耶和。随后的混双第三轮较量，徐一凡再度出战，他和张宅的组合以6-1×7-5战胜了哈萨克斯坦组合艾米蒂诺瓦哈比布林，打进八强，将战12号种子日本组合上山海斗林惠里奈，后者挑落了6号种子张凯真谢正鹏。男单赛场上，5号种子杨宗桦6-2×0-6×3-6输给了9号种子全纯宇。新晋台湾一哥庄吉生则顺利晋级八强，将战7号种子李德熙。此外，4号种子段盈盈、王雅凡在女双比赛中6-2、6-4横扫了一对韩国组合，首战告捷晋级八强，将战哈萨克斯坦组合达尼利娜、艾尼迪诺娃，后者6-1×6-3横扫了5号种子蕾娜托姆巴尔 double。